五厨轮番大秀吐司创意料理，好久不见的 NONO 来当助攻王，但自己却什么也吃不到。鲜虾花生瑞士卷，虾跟花生酱组合，有点像南洋的料理。状元班强势开张料理赛，樱花姐妹来报名，一开课就对上冲刺班，究竟两班命运会如何嘞？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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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优质的。状元班就是教导的时候有爱心。助教出马抢金牌国际料理大赛，午休碰上德日家三国好手来挑战。超快速合作赛，沙拉酱有一点点酱油，不够咸。OK OK OK。沙拉酱，这道菜就要两个拿。救啊求救啊！沙拉好，计时。来来来！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